当时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们出了这一台 notebook， 我们希望做的是跟 tablet 一样薄的一台 notebook。当时我们就学到很多 thermal 的技术，但是我们不满足于现况，要做 gaming。Power 一定要够大，可是 Power 大，我们空间有限，很难做，所以他们私底下做了很多很多努力，才发展出我们现在的一个 Metal Fan。风扇这三元件一直以来，并没有人觉得特别需要去改变它。我们以不锈钢为材质，将传统的扇叶厚度从0.8毫米降低为0.1毫米。我们当初为什么想要研发这样子的一个金属扇叶？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给 gamer 有超越以往的体验。